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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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各位佛友，大家晚上好。大家晚上好，在我们还没有开始今晚的节目之前呢，请大家慷慨大方按分享到你们的个人脸书主页和各大小群组，希望说你们的分享呢，可以让更多的人呢，在这个世间上呢，有机缘听闻到正法。因为有了我们大家的分享呢，所以会有很多人在这个世间上呢，会有机缘听闻到正法。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个正法分享出去的话呢，那么很多人呢，在他们这一生里面呢，就没有机会听闻到正法。所以我们的分享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慷慨大方的把今晚 Monday 的这个佛法分享呢分享出去。如果你们有亲戚朋友住在其他的国家的话呢，那么你们也可以把它分享到他们的脸书主页。所以希望他们住在其他的国家也可以有机缘听闻到佛法。所以我们的分享呢，真的可以让世间上的佛教徒人口呢没有被流失掉。因为我们有分享佛法，所以很多人呢都有机缘听闻到佛法。所以当我们有听闻到佛法的时候呢，那么自然而然我们对佛教对三宝的信心不会退失掉。所以我们在这个世间上呢，我们的佛教徒人口呢会不会流失掉呢，就是看我们现在有没有把佛法分享出去。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角色呢非常的重要，可以让我们的佛教徒人口呢在这个世间上呢永远会增只有一直会增加，不会退失。所以希望说大家可以慷慨大方按分享。所以当你们在做这个分享的时候呢，你们大家都会得到人天欢喜与赞叹。所以当你们在做这件善事的时候，分享是一种善事。所以当我们在做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在加强我们自己本身的善业的力量。所以分享佛法呢，原来是一件善事，我们在做。而且这种的善事呢，我们可以在自己的舒服的家里面，在自己的舒服的环境里面呢，可以继续的去做。
在门店还没有开始与大家分享佛法之前呢，门店热烈的欢迎你们大家继续回来参与直播佛法分享，也感恩你们大家慈悲鼎力支持。因为有了你们慈悲鼎力支持，所以你们大家呢，在这个时候，在自己的舒服的地方呢，可以一起来做善事。所以你们慈悲鼎力支持所累积到的功德呢，可以使你们今年行大运，永获健康吉祥，以及常住于安乐中。好，现在我们要开始我们今晚的这个节目，所以现在我们大家呢，以一个虔诚的心一起来诵念礼敬三宝的经文，三归五戒，而向三宝祈求宽恕。好，我们一起来诵念：阿罗汉三摩三菩提，巴嘎瓦波达，巴嘎瓦达，阿毗瓦帝蜜。我今起手礼敬佛世尊，眼力成垢的阿罗汉，正等正觉者，世上最尊贵的圣者，礼敬一拜。娑嘎多巴嘎瓦达达摩达摩那玛萨阿弥，法为世尊所善说，我今起手礼达摩，礼敬一拜。娑巴利巴诺巴嘎瓦多萨瓦嘎三科三堪那玛弥，僧伽为善行已到的世尊之声闻深重，我今起手礼僧伽，礼敬一拜。南无达萨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三菩提萨，南无达萨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三菩提萨，南无达萨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三菩提萨，摩达萨拉南盖查弥，达曼萨拉南盖查弥。三康萨拉南盖查弥，罗帝安毗波丹萨拉南盖查弥，罗帝安毗达曼萨拉南盖查弥，罗帝安毗三康萨拉南盖查弥，达帝安毗波丹萨拉南盖查弥。阿帝安毗达曼萨拉南盖查弥，阿帝安毗三康萨拉南盖查弥，巴那帝巴达维拉曼尼悉迦巴达萨玛帝阿弥，阿帝那达那维拉曼尼悉迦巴达萨玛帝阿弥。嘎咪苏咪查扎拉比拉玛尼悉迦巴达萨玛帝阿弥，摩萨瓦达比拉玛尼悉迦巴达萨玛帝阿弥，苏拉咪拉迦玛迦巴玛达达那比拉玛尼悉迦巴达萨玛帝阿弥。伊玛尼班迦悉迦巴达尼萨玛帝阿弥，伊玛尼班迦悉迦巴达尼萨玛帝阿弥，伊玛尼班迦悉迦巴达尼萨玛帝阿弥，悉地那苏伽丁延帝，悉地那婆伽三巴达。悉地那地不丁延帝达玛悉拉维舍达耶，因戒得生善戒，因戒得获财富，因戒得大涅槃，归因此境界。萨度萨度萨度。啊，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向三宝祈求宽恕。嘎耶那瓦扎呀吉帝那巴玛帝那玛呀嘎当阿扎呀嘎玛咪班帝波利班呀塔达嘎达，对于佛，我过去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从生以之所生，一切我今佛前皆忏悔，唯愿加倍，令暂消除，礼敬一拜。嘎耶那瓦扎呀吉帝那巴玛帝那玛呀嘎当阿扎呀嘎玛咪达玛
三地地嘎哈嘎地嘎，对于法，我过去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之，从生以义之所生，一切我今法全皆忏悔，唯愿加倍，令障消除，礼敬一拜。伽耶那瓦扎耶毗提那巴玛提那玛雅卡当阿扎耶卡玛米三卡苏巴提巴那哈努达拉。对于生前我过去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之，从生以义之所生，一切我今生前皆忏悔，唯愿加倍，令障消除，礼敬一拜。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以一颗虔诚的心，一起来诵念三宝功德水念经和泰国十方三宝复位经。好，我们一起来诵念：伊帝比娑跋伽瓦阿罗汉萨玛萨婆诃毗迦迦那那萨班诺苏伽多罗伽毗多阿耨达罗婆提萨达玛萨拉帝萨达。地瓦曼诺萨南伯德巴嘎瓦帝，如来是一位尊贵的圣者，阿罗汉正等正觉者，明行记住善事世间解，无善事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摩当耶维当亚瓦尼巴南萨德南格扎米，我誓愿生生世世归佛，直到体证涅槃。那提弥沙拉南含羊不陀弥沙拉南瓦朗一地那沙扎瓦杰那和陀弥扎亚曼嘎兰，与我并无其他归依处，佛陀是我至善的归依处，以这虔诚的真实意，应我得到幸福已安乐。娑伽多巴伽瓦达达摩三地地哥阿伽地哥耶依巴悉哥阿巴那依哥巴扎当别地达波宾尤依地，世尊所善说的法，性前可见，无过失的，仅来自看。他引导向内观，为每个知者皆能证知的。达曼耶维当亚瓦尼巴南萨拉南格扎米，我誓愿生生世世归法，直到体证涅槃。那提弥萨拉南含羊达摩弥萨拉南瓦朗耶帝那萨扎瓦杰那和陀弥扎亚曼嘎兰，与我并无其他归依处，法是我至善的归依处，以这虔诚的真实意，应我得到幸福已安乐。苏巴提巴诺巴嘎瓦多萨瓦嘎三可乌苏巴提巴诺巴嘎瓦多萨瓦嘎三可呀呀巴提巴诺巴嘎瓦多萨瓦嘎三可萨米吉巴提巴诺巴嘎瓦多萨瓦嘎三可亚帝达扎达利波利萨尤嘎尼玛塔波利萨波嘎拉耶萨巴嘎瓦多萨瓦嘎三可阿呼内哟巴呼内哟达提内哟安加利嘎拉尼哟阿诺达拉本雅给当罗嘎萨帝。世尊的声闻深重，是善行已到，真正行道，真理行道，以及正当行道的几十双八倍的世尊之声闻深重，是可供养者，可供奉者，可施以者，可贺长者，为世间无上的福田。三堪耶别当雅瓦尼巴南萨勒南格恰弥，我誓愿生生世世归生，直到体证涅槃。那提弥沙拉南含羊三可弥沙拉南瓦朗耶帝那萨扎瓦杰那和陀弥扎亚曼嘎兰，与我并无其他归处，生前是我至善的归处，
以这清晨的真实意，令我得到幸福与安乐。布拉巴拉萨咪布拉巴达古南布拉巴拉萨咪布拉达咪达布拉巴拉萨咪布拉桑卡南多嘎多嘎巴央咪万彩耶萨巴德萨巴索萨巴格萨巴拜萨巴格罗萨尼张盖咪万彩耶萨巴塔南萨巴拉潘帕万多咪拉甘多苏拉甘多阿嘎尼拉萨咪布拉布达古南阿嘎尼拉萨咪布拉达咪达阿嘎尼拉萨咪布拉桑卡南多嘎罗嘎巴央咪万彩耶萨巴托萨巴索萨巴格萨巴拜萨巴格萨尼张盖咪万彩耶萨巴塔南萨巴拉潘巴万多咪拉甘多苏拉甘多达心拉萨咪布拉布达古南达心拉萨咪布拉达咪达达心拉萨咪布拉桑卡南多嘎罗嘎巴央咪万彩耶萨巴多萨巴索萨巴格萨巴拜萨巴格萨尼张盖咪万彩耶萨巴塔南萨巴拉潘帕万多咪拉甘多苏拉甘多哦拉迪拉萨咪布拉布达古南哦拉迪拉萨咪布拉达咪达哦拉迪拉萨咪布拉桑卡南多嘎罗嘎巴亚咪万彩耶萨巴多萨巴索萨巴格萨巴拜萨巴格萨尼张盖咪万彩耶萨巴达南萨巴拉潘帕万多咪拉甘多苏拉甘多巴金拉萨咪布拉巴达古南巴金拉萨咪布拉达咪达巴金拉萨咪布拉桑卡南多嘎罗嘎巴央咪万彩耶萨巴多萨巴索萨巴格萨巴拜萨巴格萨尼张盖咪万彩耶萨巴达南萨巴拉潘帕万多咪拉甘多苏拉甘多巴雅拉萨咪布拉巴达古南巴雅拉萨咪布拉达咪达巴雅拉萨咪布拉桑卡南多嘎罗嘎巴央咪万彩耶萨巴多萨巴索萨巴格萨巴拜萨巴格萨尼张盖咪万彩耶萨巴塔南萨巴拉潘帕万多咪拉甘多苏拉甘多阿当拉萨咪布拉巴达古南阿当拉萨咪布拉达咪达阿当拉萨咪布拉桑卡南多嘎罗嘎巴央咪万彩耶萨巴多萨巴索萨巴格萨巴拜萨巴格萨尼张盖咪万彩耶萨巴达南萨巴拉潘帕万多咪拉甘多苏拉甘多伊桑拉萨咪布拉巴达古南伊桑拉萨咪布拉达咪达伊桑拉萨咪布拉桑卡南多嘎罗嘎巴亚咪万彩耶
萨巴德萨巴舍萨巴勒萨巴派萨巴勒萨尼藏怪维万查耶萨巴达南萨巴拉班巴巴杜米拉甘杜苏拉甘杜巴达比拉萨米拉巴达古南巴达比拉萨米拉达米达巴达比拉萨米拉桑卡南杜卡杜卡巴亚维万查耶萨巴德萨巴舍萨巴格萨巴派萨巴格萨尼藏怪维万查耶萨巴塔南萨巴拉潘巴万杜米拉甘杜苏拉甘杜阿嘎拉萨米拉巴达古南阿嘎拉萨米拉达米达阿嘎拉萨米拉桑卡南杜嘎鲁嘎巴亚维万查耶萨巴德萨巴舍萨巴格萨巴派萨巴格萨尼藏怪维万查耶萨帕塔南萨帕拉潘帕万杜米拉甘杜苏拉甘杜祈愿十方三宝之圣光保佑我完全脱离一切痛苦、忧悲、苦恼、疾病、厄运、危难以及冤亲债主，也保佑我获得一切财富及成就。沙度沙度沙度，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各位佛友大家晚上好，在这边呢，曼迪给大家一些时间呢，慷慨大方按分享。曼迪今晚的这个佛法分享呢，到你们的个人脸书主页和各大小群组，希望说你们大家的慷慨大方按分享呢，可以协助到在这个世界上呢，会有更多的人在他们这一生里面呢，有机缘接触到佛法，对佛法有了解。所以我们的分享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可以协助到我们的佛教徒人口呢，不会被流失掉。因为有了我们大家的分享呢，所以大家呢都会有机缘听闻到佛法，而且呢他们自然而然呢会对三宝、对佛教呢会有很大的信心，所以那些信心一直会增加，而且那些没有信心的听了佛法了以后呢，他们就会对佛法、对三宝会有信心，所以我们的佛教徒人口呢永远不会流失掉，除非我们不要分享，只要我们有分享，我们就不怕我们的佛教徒人口呢不会流失。所以呢，如果你们大家有亲戚朋友住在其他的国家的话呢，那么你们可以把曼迪今晚的这个直播佛法分享呢分享到他们个人脸书主页，希望说他们住在其他的国家呢也是有机缘听闻到佛法。所以在这个时代呢，我们就是要借用这个网络这个平台这个因缘呢，来把这个佛法呢分享到世界各个角落，所以呢让世界上更多的人呢有机缘听闻到佛法。所以希望说大家可以慷慨大方按分享，所以我们的分享呢扮演非常重要的小角色。所以在佛陀的教法里面呢，当我们在分享佛陀的教法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在给自己做一件善事，所以这种的善事如果我们做了以后呢，我们就自然而然的会让我们的善业的力量加强，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善业加分。所以当我们在做这种善事的时候呢，我们会得到人天欢喜与赞叹。所以呢在此呢，曼迪给大家一些时间按分享，所以还没有按分享的佛友们呢，请你们现在花出一点点的时间，动一动你们的可爱的小手按分享，然后等下曼迪才进来。Thank you.
好，来哟，各位佛友，大家晚上好。大家晚上好，在曼爹还没有开始与大家分享佛法之前呢，曼爹再次的热烈欢迎你们大家继续回来参与直播佛法分享。曼爹也非常感恩你们大家继续的发出你们的慈悲心，以力支持曼爹的这个直播佛法分享。因为有了你们慈悲鼎力支持，所以呢曼爹还会继续的在这个时候呢开直播与大家分享佛法。所以呢因为有了你们慈悲鼎力支持，所以我们大家呢在这个时候在自己的舒服的地方呢我们可以一起来做善事。所以因你们慈悲鼎力支持所累积到的功德呢，可以使你们今年行大运，永获健康吉祥，以及常住与安乐中。好，来各位佛友大家晚上好。那、时间过得很快哦。曼爹没有在星期天晚上开直播与大家分享佛法呢，应该是已经有一个多月了，如果曼爹没有错的话。所以曼爹看一下最后一个周日直播佛法分享是在11月19号到今天啊，所以时间过得很快。所以还很荣幸的还可以看到很多佛友还没有忘记这个直播曼爹的直播啦，所以还看到很多那些很相熟的那些名字还会进来看曼爹的直播啦。所以曼爹也希望说在曼爹去年所开直播与大家分享的佛法呢，希望说你们还会记得啦，还会记得啊，不要因为说曼爹停了一阵子了以后，然后呢又把曼爹所讲过的佛法呢就交回给曼爹啦，所以忘得一干二净。所以曼爹希望说大家可以记得啦，曼爹在过去这么多年来一直有跟大家分享佛法啊。所以因为自从曼爹带团去尼泊尔跟印度，一直回到现在啊，会比较忙了一点。虽然曼爹没有特别的开直播与大家讲解佛法，但是曼爹的这个直播还是一直会继续下去嘛。所以你们大家都有看到了，希望说曼爹带团去尼泊尔跟印度所开的直播可以让你们会对佛教还是有一些认识了，尤其是曼爹的这个朝圣的直播在直播里面，曼爹也介绍给大家很多关于佛陀的圣地啊，所以希望说你们看了曼爹的这些直播，关于到这些圣地，可以让你们的信心增长，所以希望说你们在来年呐、有机缘呢可以报名参加曼爹的这个朝圣团呐、所以曼爹也会。所以会安排啦，现在还在做安排中啦因为朝圣哦，在佛陀的教法里面呢是佛陀有鼓励的啦，是佛陀有鼓励的就是因为佛陀有提到这种的这种的善事朝圣是一种善事嘛，所以在经典里面佛陀有提到的，所以我就会尽量安排咯带动你们去朝圣啦。看一下，不是太难，我是马来西亚出家人 OK。 所以今晚呢曼爹会继续的
继续的再跟你们分享关于我们佛教的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教法啦，就是关于到这个业力。 OK， 所以在曼德还没有离开马来西亚之前，去年呢，曼德已经讲了好像两个直播吧，好像两个直播啦，如果曼德没有错的话啦，在讲解关于这个业力观，佛教业力观。所以我们身为一个佛教徒，我们必须要对这个佛教的这个业力观呢要很清楚的。所以如果我们对佛教的这个业力哦，佛陀所讲解的这个业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的去了解。如果我们可以对这个业，佛陀所讲的这个业很了解的话呢，那么很自然而然的，我们会破除到很多迷信的东西咯，很多迷信的东西。因为我们在这个事情上，我们看到很多很多宗教啦哦，如果没有真正去研究原始佛陀的教法的话呢，一般上很多宗教啊场所啦哦，包括有很多出家人他们所带动的那些佛教仪式啊哦，都是带有一些迷信的色彩啊，迷信的色彩。所以有时候你如果你对佛教的业力有了解的话呢，那么自然而然呢，你就会看到他们所做的那些宗教仪式哦，是一种的做法呢，是违反佛陀的教法的。所以他们所做的那些宗教仪式哦，完全是跟佛教没有关系的，包括很多那些神教的东西呀。自然而然呢，我们就会感觉到他们所做的那些宗教仪式啊，会你自己心里面会认为说完全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啦。因为如果我们已经可以彻底的了解佛陀的业力观呐，佛教的业力观的话呢，那么你只清楚的知道我们的人生的生命在生死轮回里面呢，就是由我们所造的那些业来决定好还是不好。所以我们会很清楚的了解到我们的生命不会因为什么什么力量或者是什么什么肉眼看不到的众生呢，会影响到我们的生命，或者是会帮助到我们得到好的生命或者是得到不好的生命。在一般人的认为是说，如果对佛陀的业力观不了解的话他们都是一般上都是会认为是什么，我们这个生命呢好不好呢，不是由我们的业来主宰，反而是由其他的肉眼看不到的众生在影响着。所以有时候呢，当我们的生命里面遭受一些不幸，或者是我们遇到一些不好的因缘，所以我们呢不会认为说这是我们的不好的业成熟了，一般上我们都不会有这样的观念哦，反而是什么，我们会去认为可能会有什么什么肉眼看不到的众生，或者是什么神明啊哦，他们在影响着我们生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去了解佛法，就是这样。所以当我们了解佛法的时候呢，我们自然而然哦，我们不会去崇拜很多东西，而且我们不会向什么肉眼看不到的众生来祈求他们来保佑我们，来协助到我们。所以如果我们真正的去了解佛陀的业力观的话啦，佛教的业力观哦，我们真的是到最后我们会看到，其实佛陀讲的所有的法呢是没有迷信的东西。 OK， 而且到最后你会发觉到佛教啦，其实它不是宗教来的。如果我们对佛教的业力观有很彻底的了解的话呢，到最后我们就会认为什么，佛教呢其实不是一个宗教来的。而且呢，佛教，佛就是佛陀的教法嘛，我们拿这两个字来分开来解说来的，佛教，佛陀的教法。如果我们要用简单的说法来说，佛陀的教法，所以佛陀的教法里面呢是完全没有宗教色彩的，而且呢都是注重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所表现的身口意行为，
这个才是重点在这边。所以佛陀的业力观呢，就是重点就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的身口意行为。只要我们去了解佛法了以后，那么我们就很清楚，我们就很清楚嘛，那些身口意行为我们所造的是善还是恶，那么我们就会知道我们现在所造的那个行为是否是会给我们带来什么业。这个就是重点，就是在这边，所以完全跟宗教没有关系的。而且呢，你会发觉到所有佛陀所讲的那些法啦，佛陀在讲经说法45年嘛，而且你会看到哦，全部佛陀讲的呢，不是佛陀自己创造出来的那些法，不是佛陀自己发明的东西，是佛陀自己本身领悟到这些教法这些真理，所以他只是跟我们先说出来罢了。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有深入去研究佛经的话啦，尤其是巴利经典的教法的话呢，我们不会看到很多那些新鲜的东西，你知道吗？全部都是原本就是有在那边了的，像佛陀讲的所有的善恶法全部都是已经在那边了的，佛陀完全没有去发明任何一件新的东西，全部都是已经在那边了的。就好像说六道轮回，我们拿这个六道轮回来说，所以你会发觉到六道轮回，如果我们没有了解佛教的话，我们完全不知道它是有存在的，其实它已经存在在那边了的，只是佛陀他领悟了，哎，我们众生呢，在这个生死轮回里面原来是有六个地方的，有六个地方，还对那些没有解脱的，对那些还没有解脱的人来说呢，他的生死就是在这个六道里面去打转。然后呢，又给佛陀发现到什么，领悟到什么，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叫做涅槃，还有一个地方叫做涅槃。所以这个就是涅槃，不是佛陀发明的，不是佛陀发明，是佛陀他自己领悟到体验到那种的境界，所以他才跟我们讲出来。而且这些佛陀所讲的这些法，六道轮回、涅槃啊，这些全部不是佛陀发明品来的，是佛陀本身修行到就他领悟到他体验到，哦，原来有这些东西的。但是今天如果我们没有深入研究佛陀的教法的话呢，我们完全不了解有这些东西存在，就是因为我们了解了，哦，我们才知道，哦，原来我们的生死就是这样。而且呢，到最后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哦，原来还有涅槃的，还有一个地方我们还可以去体验的。所以我们全部这些六道轮回也好，涅槃也好，如果我们要去到那个地方，我们要去体验到那个境界的话呢，原来我们要懂得什么法我们要修，我们才可以去到的。就好像说，比如说各位你不要以为你想要去地狱就会去地狱啊，你以为地狱也要去也是这么容易啊，不是的。你要去地狱的话呢，你也是要懂得什么那些行为你去造，你才会下地狱的。如果你没有去造那个行为，你去不了地狱的。那些恶道、阿修罗道、恶鬼道、畜生道也是。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要以为说，哇，我们很容易去，但是呢，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在佛陀的教法里面呢，什么行为我们造了以后，我们就会去那个道去投生。所以在经典里面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概念的，你要去哪里投生，你必须要知道，在经典里面你去了解，你必须要去做什么行为，你才可以去到那个道去投生，你的来世要去哪里。所以你要去涅槃，你要解脱，你要脱离生死轮回也是可以的，但是你必须要去了解什么行为、什么善法我们要去造，那么我们才可以去到那个地方的。那么
所以佛陀的教法呢，它就是好，就是这边，它可以给我们很清楚的一个概念。所以你的未来你要决定去哪里，所以你必须要去清楚咯，你必须要去造什么行为咯。如果你要在三道投生，你要回来人做人，下一次你要回来做人，或者是你要在天界，或者是你要去到色界跟无色界，或者是你要去涅槃。要脱离生死，你必须要去了解那所有的那些善事。佛陀在经典里面有讲到的，佛陀有讲到的那些善事，我们必须要去依教奉行，那么我们才有那个本钱，累积到这种的资粮，我们才可以去到这些地方我们要去的咯。所以你要做人，你要想回来做人可以的，你要做天人、做神明都可以的，或者你要去色界、无色界都可以的，你要去涅槃都可以的。但是我们必须要很清楚啦，什么善法我们要去修，我们才可以去到那个地方的。那你要去二道，那你要去二道的话也可以呀，你也可以呀。所以你要从经典里面，你去要去知道说，哎，在造什么恶行，我们就会去到二道。所以在经典里面也是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概念呢，到底是什么恶行我们造了，诶，我们下一生我们就去恶道，所以那个就是资粮。所以不管我们往生善道也好，往生恶道也好，我们都是要有资粮的，要去筹备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很清楚的咯。所以如果我们有了解佛法的话，那么自然而然我们就知道，哦，我们去造了这些恶行，这些行为不善的，我们会往生恶道，那我们很怕嘛。而且在经典里面也是有跟我们说到这个恶道的那种种的苦啊，所以我们会怕嘛，每一个众生都会怕苦的嘛。所以在经典里面也是有讲到很清楚的，那些恶道的生活不是很好过的，所以我们怕嘛。如果我们有了解佛法的话，我们自然而然我们会怕，我们不要去面，我们会怕会去那边投身，然后去承受那些种种的痛苦。所以就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了解了以后，那么我们就自然而然，哦，更深一层的去了解，哦，我们那些恶行我们不要去造。所以从佛法里面我们了解，哦，什么什么恶行我们造了，我们就会去那些恶道，所以我们怕自然而然我们就会停止去造恶咯。所以闻法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闻法会让我们有智慧嘛，有智慧的去了解这些善恶的果报。所以就是因为你看啊，那些对佛法有了解的人啊，他们了解到，哦，在善道里面的那些果报是很好的，哦，很快乐的，很幸福的。所以他们一般上我们做人做，我们都很希望要得到那种的果报嘛。所以要得到那种的果报，那么自然而然我们就要去了解什么善行，我们去做，做了以后，哎，我们会得到那个果报。就好像说我们现在，了解到说涅槃，哎，涅槃是很好的，涅槃脱离生死，哦，不需要再面对生死轮回了。所以我们如果得到涅槃了以后，哎，我们就不需要再面对生死轮回了嘛。所以那种的快乐。没有面对生死轮回的快乐，没有面对这些种种的生老病死。所以我们希望说要那种的境界嘛，要那种的果报。所以我们了解了，哦，原来这种的境界很好，我们如果能达到这样的境界的话呢，那么我们就不需要面对生老病死了，六道轮回我们就可以解脱了。诶，我们要那种的境界，所以我们在经典里面我们去找出那个方法咯，从经典里面我们再去深入去了解到底要怎样才能达到那个境界。所以我们就深入去研究，然后呢我们就了解到，哦，原来佛陀讲的就是我们要修这个戒定慧，哦，戒定慧。所以我们努力的去修，要怎么修我们深入的去了解，所以我们修到最后呢我们就可以达到那个境界了。所以现在我们在这个世间上，我们就是要看啊，每一个人，哦，他们对佛法有了解到多少。所
所以如果你越了解到佛法越多的话，越深入的话呢，那么自然而然呢，你就会很精进努力的在走这个修行的道路。一般上我们有研究南传佛教经典更深入的话呢，自然而然呢，我们的方向呢都是会往涅槃去的，我们都会去，都是要去追求解脱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对这个佛法越来越了解的话，到最后我们会发现到，哦，原来我们要走的这条道路呢，就是要追求解脱，要脱离生死轮回。所以你看一般上啊，在泰国也好，在缅甸也好，然后你看那些南传佛教的国家呢，大致上很多那些信徒们，哦，出家也好，在家也好呢，他们都是注重在修戒定慧的。因为呢，如果我们一直有接触南传佛教的话呢，哦，我们的目标都是在追求解脱的。所以你要在追求解脱的话呢，那么你必须要修戒定慧了。所以你去注意看那些，如果有对于南传佛教有深入了解的话，你会发现到这种的信徒啦，这种的佛教徒呢，他们都会注重在禅修的。因为只有通过禅修嘛，所以我们才有机会得到解脱嘛。所以没有禅修的话呢，你永远不用得到解脱，除非你遇到佛陀，佛陀跟你讲经说法，可能你还有机会得到解脱。如果你没有遇到佛陀，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很肯定的是已经不会遇到佛陀了的。所以现在唯一的方法，我们要得到解脱的就是要修这个禅定，要修这个解脱道，要修这个禅定，我们才有机会得到解脱，不然的话我们永远得不到解脱的。你只是布施，你持戒，你做其他世间的种种的善法的话呢，但是你没有去修这个禅修法的话呢，你不会得到解脱，你只能得到人天福报罢了。啊，而且呢，如果你没有修这个禅修的话，你永远去不到，不要说涅槃了，你也去不到色界跟无色界。你永远去不到，你只能在异界善道里面去投生罢了。所以你只能在什么呢？你只能在做人做天人罢了咯，异界天人罢了咯。啊，你要得到投生做天人，你要在三天界投生做天人，普通的啊，你没有禅修也可以的。你只是注重在，尤其是你的戒很重要啊。如果你没有戒，戒就是你的道德行为嘛，最基本你们在家人五戒嘛。所以你的道德在佛陀的教法里面呢是很重要的一个善行。这个戒呢，它的功德超越你的布施。布施它并不代表你只会布施，但是你没有戒的话不可以的。你布施并不代表你会往生善道或者是往生天界咯。只有戒才可以保得住我们不会堕落。所以你看我们时常在南传的教法里面，我们都会要你们诵念三规五戒嘛。在你们要做布施的时候，还没有做布施之前啊，在我们南传的传统里面，你都会看到很多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先开始要你们受三规五戒，三规然后接下来五戒，然后才叫你们做布施。所以这是我个人所领悟到的，所了解到的，就是说佛陀的教法里面呢，已经很强调这个戒。你要得到解脱的话，你也是要从戒下手。你要得到定，你是要从戒下手，所以我们戒定慧嘛，所以戒是很重要的一个善法，我们要去遵守的，要依教奉行的。所以你看那些很多时候，我们会得到一些很多那些不好的业，哦，在经典里面也是有分析到很清楚，戒那个第一戒不杀生的果报是什么，第二戒三，第三，第四，第五。你们在家最基本的这五条戒，在经典里面也是有说得很清楚，它的果报是什么。所以呢，这个戒呢，就是可以
直接带领我们往生善道，保得住我们不会堕落。但是布施不一定了，所以你在今天你会看到很多人哦，他们不了解这种的道理，所以他们在做布施的时候呢，他们也是不知道那个戒的重要，所以他们也是会犯戒了。所以你看在来道场哦，来做布施的人，如果他们对这个戒不了解的话呢，你会看到他们也是布施他们也会杀生啊，他们也会杀生啊，杀蚊子啊，杀飞虫啊，他们肯定是不会杀人啊，但是他还会杀蚊子啊，杀那些有生命的众生啊，然后他会偷啊，可能他还会偷啊，对不对？然后呢，他可能还会犯第三条戒，邪淫戒啊，还会去找小三啊，还会去找小鲜肉啊。所以我在这边槟城我也是有看到啊，会来布施，会来道场做布施，但是到最后呢也是出轨啊，婚姻也是出问题，到最后呢也是搞到离婚的下场啊，因为丈夫出轨或者是太太出轨嘛，这个就是戒的问题啊。然后第四条戒口德嘛，对不对？所以你会看到很多来了道场不看重这个戒的话，你会看到他们哦，这个口德没有啊，来道场讲了很多是是非非啊，批评人啊，毁谤啊，哦，讲有的讲没有的吗？这个就是戒的问题啊。然后呢还有我自己本身也是有看到啊，很多人啊也是会犯第五条戒啊，啊，很多犯第五条戒，很多佛教徒都是喝酒的啊，甚至有一些啊还怎样呢，去参加那些巴蒂喝酒的巴蒂了，又还拍照了，又还放在 Facebook 啊，还放在 Facebook 还炫耀给我看到，哎呦，你身为一个佛教徒，你喝酒啦，为什么要公开呢？要拍照放在你的 Facebook 还央行呢？你是佛教徒来的，那么你这个戒你没有诶，你犯五戒里第五条戒里。所以在经典里面我们也看到很多很多这样的典故，那些尤其是你去看这个看这部经叫做恶鬼事 Beta Watu， 这部经你会看到全部下去这个恶鬼道的很多就是犯戒的啊，他们有一些布施也去道场做布施，但是他们违反他们的道德，违反他们的戒律，所以他们也是直接下这个恶道。很多这样的例子在经典里面，如果你去研究经典里面，你会看到很多就是因为犯这个道德，犯他们的戒，所以他们下恶道去投生。所以在我所认识的临死佛陀的教法里面呢，这个戒很重要的，很重要的。所以没有戒的话呢，你不要期望说你会往生善道的这个八仙力会很高，不会很高。所以我时常讲，跟我时常在这边哦，时常有鼓励信徒，你们今天有做布施，你们的戒要遵守好，不然的话你今天守布施累积到的这个福报哦，你不会在善道去享受的啊，你不会在善道享受你的果报的。布施是有很好的果报，但是呢并不代表你一定会在善道里面去享受你的果报。所以你看今天在我们肉眼所看到的是什么呢？现在很多那些宠物对不对？这些是将来的呢，他们就是有布施但是没有道德，所以他们死后再出生到投生，在我们经典里面都是有这样啊，有这样很多这样的典故，包括出家人死后也是下畜生道啊。所以你看到吗？啊，所以呢你要上天界做天人，你持戒布施啊，禅修呢你要解脱，或者是让你上天界上色界或者是胡色界。所以这个就是看你个人现在学佛你的方向要在哪里咯。所以你现在你学佛了，你必须要清楚你的人生方向要放在哪里。所以我时常讲嘛，
哦，我们有了解佛法的人呢，我们的人生就有方向，所以现在看你自己了。但是不要忘记哦，我在这边再提醒你们，你的方向如果是放在善道哦，你要做天人哦，你不要解脱的话呢，我只能告诉你，你可以得到你的目标，但是呢，你得到的那个目标不会给你很长久的在天界或者是在善道。只要你的生死还没了的话呢，不管你在哪里投生的话呢，你也是还是要在那边消失的，你要是面对那边生命的结束，然后呢你又要往生其他的道里面。所以这一生可能我们有机缘有机会接触到佛法啊，我们了解，但是我们不看重修啊解脱道，我们不看重得到涅槃解脱，所以我们就不要去修禅，所以我们只是持戒啦不食啦，持戒啦不食啦，其他的善事啦，可以，你也可以这样，你也可以，可能未来世你可以在善道投生罢了，但是你在那个善道里面呢，你会在那边多久呢？一世、两世、三世，还是四世，还是五世？过后你的那个善业还有吗？还有你，我们每一个众生在生死轮回里面不会拥有长久的善业保得住我们永远在善道的，除非我们得到解脱罢了。所以为什么在南传佛陀的教法里面这么看重追求解脱，追求解脱啊，今生做很多布施，持戒禅修善业，但是他无法往生善去享受果报，那么他的善业布施变成不是他我们所造的这些业呢，不会不见的。我们讲嘛，时机未到嘛，因缘未到，不是说我们现在所造的善恶业呢，它会消失，它不会消失的。只要你还在生死轮回里面，你的业还会有在那边的，除非你解脱。你解脱了以后，那么呢，你的善恶业全部跟着你到你的寿命结束了以后，全部都没有了，啊，全部都已经不会影响你的生命，因为你解脱了嘛。但是只要你还没有解脱的话呢，你还会面对你所造的善恶业，所以它不会不见的，只是说它也不一定说下一世你会得到，或者是你现在做你会得到，不一定的。那我现在跟你讲有一些典故 ，OK， 典故。那佛陀有讲嘛，提婆达多咯，他是犯了忤逆罪吗 ？OK， 还有这个阿亚达萨杜，阿舍斯王，他也是犯了忤逆罪吗 ？OK， 这两个人在佛陀时代呢犯了忤逆罪，所以他犯的这个罪业很重，所以他的这个业呢注定说他下一生死后一定会下无间地狱，那是肯定了的。所以忤逆罪的这种的重恶业呢，是你没有办法避免的。但是呢，他们有修行啊，他们造了这个恶业了以后，然后呢，他们还是有修行啊。像提婆达多，虽然他犯了忤逆罪，但是他还是有继续的走他的啊、修他的啊、善法啊，他还继续穿袈裟，继续修他的善业嘛。OK， 所以在经典里面我看到的是什么？佛陀讲提婆达多。他就是因为他要承受他的这个恶果，但是呢不是永久的，不管你造什么善恶业也好，重还是不重也好啊，只要你在生死轮回里面呢，你会面对他，因缘成熟的时候，机缘到的时候呢，你就会要去面对那个果报，不管是善还是恶。所以他现在恶比较重嘛，所以他下一生他必须要先面对恶咯。但是因为他还有善业嘛，他还没有造这个啊、还没有造这个忤逆罪的时候，他还有造这个恶业善业嘛。像提婆达多，他还没有犯忤逆罪之前呢，他的修行也是很好的，
他有持戒，他有禅定的，知道吗？所以他可以得到神通的，知道吗？一个人如果修行可以得到神通啊，就证明说他的修行很好的，修行很好才有机缘得到神通的，知道吗？因为你要很好的善业，你才可以得到这种的这种的神通的，知道吗？所以如果提婆大多他没有修善业的话呢，他不可能得到神通的。OK， 所以就是因为他造了这个恶业了以后呢，他所造的那个善业，他不会不见的，他还是在那边的，只是他的恶业的力量超越他的善业的力量罢了。所以呢，我时常讲哦，我们了解佛陀的业力，佛教的业力观，就是说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就是要看我们的哪一个业的力量比较强，哪一个业啊，善的还是恶的，哪一个比较强罢了。所以如果我们在经典里面，我们也是有看到有一些恶业你造了，它的力量呢会很强大的啊，会很强大的，善的也好，恶的也好。所以我们从经典里面我们才了解到，哦，有一些，所以我们会选择去做咯，我们会选择去做啊，知道说什么善事造了它的那种的善业的力量会比较强大咯，然后呢什么恶业我们造了它的力量会比较强大咯，所以我们就会拉不了，我们就不会去做咯。所以从经典里面我们会很清楚的有一个概念，所以你看我们就是知道了，所以我们就去自己去选择咯，自己去选择。然后呢我们今天知道说啊，我们要解脱，我们要修行，所以我们尽量去做咯。但是并不代表说我们这一生我们去做这种的善业，我们一定会得到它的果报咯，不一定的咯，清楚吗？而且呢我们要得到这些果报，比如说我要得到涅槃， OK， 涅槃解脱的境界，必须要看我过去是累积到多少这种的业，然后呢协助到我今生我再继续修的时候呢，它就可以帮助到我很快得到这个果报咯。如果我过去是没有修的话呢，那么我这一次开始修的话呢，变成说我要花很长的时间慢慢的去累积这个业的力量，给它强大了，所以我会花更强大的时间了。所以你会看到佛陀时代在经典里面，你会看到就是佛陀时代很多弟子们，他们为什么会在那一生会遇到佛陀，然后呢他们那一生就会得到解脱。你会看，你要去看本身经，你要再去看另外一部经叫做本身经。所以你在本身经里面呢，你会看到佛陀这些大弟子们，目犍连尊者啊，舍利弗尊者，阿难陀，这些所有的这些阿罗汉大弟子，他们在他们的过去是原来他们一直有跟着菩萨在修行的，知道吗？一直在累积这些善业，所以一直累积很久的，不是一次两次的，知道吗？所以在他们的过去是他们所累积的这些善业呢，到最后呢协助到他们呢，同时期在佛陀出现在这世间的时候，他们也是那一生呢也是做人，然后遇到佛陀，然后他们那一生他们修行，有一些不用修行，他们听佛陀说法他们就解脱。你知道你要得到这样的果报这么容易啊，你看你的过去世有没有修，有没有，你有没有累积这些善业过在你的过去世，如果没有的话你不能得到解脱的。在经典里面我也是看到很多也没有解脱啊，你只遇到佛陀也是不能解脱啊，讲都没有用的，因为他那个本钱还不够，他的那个机缘还不够，好像一粒果子这样，一粒水果这样，机缘还不够成熟，你怎样弄他也不能成熟的嘛，对吧？这些都是自然法来的嘛。所以不是说每一个人会遇到佛陀然后他们就会解脱，没有，不是全部，这个就是跟我们过去的业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我们不要因为说哦，哇，我们现在修不能成功，那么我们修来做什么？不是，你现在修你是在慢慢的累积你的资粮，累积这些资粮哦，成道的资粮，不是一次两次的，知道吗？啊，很多事我们一直在累积的，然后有时候呢我们在累积的时候，然后呢我们刚好我们没有成功嘛，累积到这个资粮的时候没有圆满的时候，那我们就断气了嘛，我们寿命就结束了嘛。所以刚好我们寿命结束的时候，并不代表说我们一定 100% 我们一定说我们会往生善道，不一定的。你了解佛陀的教法彻底的话呢，你会看到
只要我们还没有达到圣者的境界，没有达到禅那的境界，我们的生命在未来世是没有一个肯定的，没有一个肯定的。像我们普通什么境界也没有的话，一果二果三果四果没有，那我们也没有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的话呢，那么我们的来生不一定的，不一定的啊，所以没有一个肯定的。所以在经典里面，佛陀为什么一直要鼓励我们一直要修，一定要修，要精进努力，我们尽我们的能力罢了啊。在这一生我们能累积到多少资粮，要修到什么程度呢，我们也不能去想它，我们只是尽我们的能力去做罢了。所以只能做罢了，到最后呢，当我们要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呢，都是到最后呢，都是由我们的业来主宰我们往生那里，我们完全没有主宰的力量的，完全控制不到的，都是由我们的这业来主宰我们啊。所以你看佛陀他们也是到最后由他们本身的最圆满的善业带领他们进入涅槃的嘛。这个就是他们修到那个境界，他们有很强大的那种的善业的力量，由那种的善业力量呢自戒协助到他自戒进入大波涅槃。所有的众生就是这样的，这是我了解的佛陀的教法，是这样的说法罢了。可能啊，你们可能了解的不一样啊，但是这是我个人的了解，就是这样。所以为什么我们会看重我们的业，我们日常生活所表现的种种的行为，所以我们必须要很清楚很看重的。所以我们也是尽我们的力量去做罢了。所以这些不管你信不信哦，它也是这样，这种的自然法就是这样的。这个就是看你们个人咯，个人咯。所以到我们像我们了解佛法，尤其是对佛陀的业力观很清楚的话呢，我们完全没有去依靠，不没有想到是要去依靠去祈求外在的任何的力量来协助我们，我们只有依教奉行，所有的善法我们了解的，我们尽量把它落实在生活中。然后那些恶法呢，我们知道了，在佛经典里面讲到的，我们尽量拉背罢了，不要去做罢了，就是这样了。所以我们完全不要去靠其他的那些神明啊、菩萨啊，或者是佛啊、是鬼神，完全没有的啊。你慢慢你了解佛法，你就会知道了，你慢慢你就会。你得到那种的智慧啊，你到最后呢，你会放下很多你过去的那种普通的一般的信仰，所以会改变一个人就是这样。而且呢，你会看到你这个人，哦，会跟以往完全是不一样的，完全是不一样的，你整个人会改变的。而且呢，你自己也知道你会改变，而且呢，你自然而然呢，哦，你不会像以前这样随便唱人家啊，专门追求热闹啊享受的，慢慢慢慢你就会不会了的。所以你真正了解佛法，然后呢你依教奉行的话呢，你会完全跟一般的人呢完全是不一样了的。所以对一般的人，没有了解佛法的人呢，可能会看到我们会变成一个很乖很乖很乖的人。所以今天你看啊，有一些佛教徒在家人哦，他们了解佛法了以后呢，到最后他们修修修到最后呢，他们慢慢远离世间，慢慢慢慢的他们就远离那些六根的享受，然后呢慢慢他们喜欢走这个修行的道路，所以他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所以今天很多人做父母亲的很怕他的儿女他们去学佛，因为学到最后真的会到最后呢，他们会走上这个出家的道路。你学佛学久了，你修行修久了啦，慢慢慢慢你就会走上这条出家的道路的，真的自然而然你的心会要走这条道路的。所以很多你看哦，很多啦，在佛陀时代我们也是看到很多富家子很有钱的嘞，他们可以享受他们的人生，到最后他们接触到佛法了以后，他们了解了，他们放弃，到最后他们也放弃这些富裕的生活，到最后他们也做一个出家人，到最后他们也修行成功成为阿罗汉。
所以你会真的看到一个人真的会改变的，不是变到怪怪，你知道吗？会越变越好的，你知道吗？也会越变越好的，越变 越有慈悲，越变越有智慧的，这个就是佛法的奥妙处啊。所以这个就是你们要深入啊去了解啦。 OK， 所以今天呢，我在上次跟你们讲的这关于这个业 OK， 所以呢这个业呢我今天就是来继续跟你们分享 OK。 所以在这部经里面已经告诉过我们很清楚的一个概念，就是说虽然说我们佛教很强调说这个业来主宰我们的生命，所以呢在我们的过去是算不完的过去世啦，无止境的过去世，我们所造了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业，善的也有恶的也有啦，但是呢在这部经里面佛陀有很清楚的跟我们说，我们所造的过去果所造的这些种种的业，并不一定说我们一定会得到他的果报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很清楚咯 OK， 不是说哇我们过去世所造的业我们一定会得到他的果报，在这边我们看到是佛陀有说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如果我们过去世所造的这些种种的业，那么变成说我们就没有办法去修解脱道了，因为呢我们就没有办法把苦彻底的灭除。所以呢过去所造的种种的业，如果我们认为说我们一定会承受它的果报，那么我们不用修行了咯。所以我们现在做人的目的就是来承受它的果报罢了嘛，如果我们这样认为的话啦，但是在佛陀这部经里面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佛陀说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观念，说我们过去是所造的业，我们一定会得到他的果报，那变成一种宿命论。所以你没有办法改变哦，你的过去是讲，你现在就是讲。所以现在很多人都是有这样的观点嘛 ，OK。所以呢，他们就是在精进方，在修行方面，他们就不看重了，因为对他们来说，我的生命就是这样的啦，我的生命就是这样的，永远改变不了的啦，所以他们就没有想办法去改变他们的命嘛，他们认为我的生命出生就是这样了的，穷就是穷，苦就是苦，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没有想到说要去怎样去改变他们的命运嘛，所以他们就把他们的生命呢，就是制定了就是这样，就好像说在佛陀时代啊，他们有一种错误的观念，就是说。他们认为说他们的生命是由他的大梵天王他的神造出来的嘛 OK， 所以他们完全没有因果观念的嘛，在佛陀时代啊，那时候的那些人的信仰啊是完全没有因果观念的，他们的生命呢他们只是认为是说由大梵天王造出来的，所以那时候呢他们有一个创造主啊，人类创造主，所以这个神造他们出来怎样就是怎样的，他们没有办法改变他们的命运了的。所以在佛陀时代，佛陀还没有出现在世间的时候呢，那时候的社会就是这样，所以你会看到，那些宗教师就是宗教师，波罗门就是波罗门，这个王族的 Satria 就是王族，就是王族，然后呢商业的做商业的 Vaishya 就是 Vaishya 罢了，然后首陀罗就是首陀罗，所以他们不管怎样去行善也好，不行善也好，不用紧的，没有关系的，因为他们的命呢已经注定就是这样了，所以他们没有办法翻身了的，尤其是那些比较贫穷的人，然后他们呢就没有办法翻身了的。所以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呢，他们都是认为是说他们的出生呢就是因为由他们的神来注定，由他们的神来注定，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改变他们的命运的，他们的命运苦就是苦，有钱就是有钱，做完就是做完，做宗教师就是宗教师，所以他们的命运就是这样了，所以从生到死也是这样罢了。所以 在,
在现代的这个印度社会也是这样。所以你看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哦，在印度教的观念里面呢，他们没有这种的行善啊，布施救济他人的那种的善事的那种的观念的。所以你去到印度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们那些乞丐，我以前我住在印度的时候，我也是看到他们做乞丐，从小做乞丐到老也是做乞丐的，他们没有办法改变他们命运了的，做乞丐就是做乞丐了的啊。他们因为他们没有那种的观念说，哎，我要改善我的命运，我必要去做布施，要去修行嘛，他们没有的。所以你会看到哦，那些在印度现在这个时代也是这样。所以你会看到乞丐的就是乞丐，有钱的就是有钱，那些婆罗门就是婆罗门，宗教师就是宗教师，他们完全没有概念说我要去行善的。所以你在印度哦，你不会遇到人家会布施给你啊，会帮你啊，不会的，他们只有一直乞讨啊，像我们啊要东西罢了，他们不会做的，这个就是他们的宗教有问题，他们宗教的教法就是教导他们这样罢了。所以呢，当时佛陀出现在这个世间的时候呢，佛陀推翻这种的理论，推翻这种的观念。佛陀说，我们的命运不是由什么神来主宰，是由我们的行为来决定。我们的行为现在所造的是怎样的，我们就是变成怎样的。就好像说我出生是普通的一个人，然后我接触到佛法了以后，然后我了解要修行，所以我出家。所以就是因为我的行为让我变成我现在是出家人，变成一个出家修行者。所以我今天我出家不是因为我的命是注定是这样的，不是，可能你们会认为那可能是这是我的命啊，但是我们了解佛法的时候，我们不会认为，如果我没有遇到佛法的话呢，我对佛教没有了解的话呢，你会认为我今天会是出家人吗？不会，应该是不会啦。所以你看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没有遇到佛法的人，他们你叫他出家修行不可能的，你叫他不要组织家庭，不要去结婚生儿女，不可能的。因为他们的观念，他们所接受的那种的信息就是这样罢了。但是如果有一天他有机会听闻到佛法了以后，他了解佛法要我们做人的时候呢，要去做什么善事，我们要怎样过我们的人生，那我们会改变呢、啊、我们会改变。所以在经典里面我看到很多佛陀就是因为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你知道吗，他改变多少人的思维，你知道吗，他改变多少人，他改变多少人的人生观。所以很多因为佛法让他的整个人生改变。你要最高兴的是什么人？首陀罗最高兴的，因为佛法呢，他佛法呢就是给所有人类，你了解你去遵守，你了解你去修，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是什么种族，不管你是什么年龄，只要你去了解你去修，你的命运就会改变。完全没有迷信的东西，都是讲到我们生活上的所作所为，让我们很清楚的我们的所作所为，这个就是佛法。每一个人去接触，好好的去了解，他一定慢慢会接受的，除非你不要去深入去了解了，那么你就不会去接受。如果你好好的去研究去听闻去了解的话呢，你的心啊慢慢慢慢你就会接受佛陀的教法，然后呢你会变改变，你会改变。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很多人啊，不是很多人啊，还是有一些人很可惜了，进入了佛教了以后，然后呢没有好好去了解佛法，对佛教的教法没有深入的去了解，然后呢在他们生活中遇到问题，然后呢他们就到最后呢他们改教转去其他的宗教，并去接受其他的宗教。那你知道吗，我遇过啊，那些啊从佛教转去基督教的，到最后呢他们
来批评我们佛教啊，来毁谤我们佛教啊，你说够力吗？他自己在进入佛门的时候，他没有好好去了解佛法，然后呢他遇到逆缘，他就对三宝对佛教退失信心，然后他去转去基督教。进入基督教，你不是好好去了解基督教的教法咯，你不是依教奉行好好去跟啊，他们没有利用他们所了解的基督教来攻击我们佛教的教法，你说够力吗？今天如果你深入的去了解佛陀的教法的话呢，你不敢毁谤，你不敢去攻击佛陀的教法。而且你要知道，这是佛陀讲的这些法是自然法则来的，自然法则来的，不是佛陀的教法来的，是佛陀领悟出来他跟我们讲，所以我们就说那是佛陀的教法。其实它不是佛陀发明品来的，是佛陀告诉我们罢了。而且这些法呢，就是每一个众生你去做一教奉行，你就会得到好的果报。所以你看当时佛陀就是因为将这些法先说出来的时候啊，你知道改变多少人的思维，你知道吗？改变多少人的命运。从佛陀时代到今天啊，我自己也是其中一个，就是被佛法改变了我的整个人生观，人生方向就是因为佛法在改变，让我得到我现在我要追求的目标是什么，我们人生的方向放在哪里。你没有了解佛法的话，你不要说佛教不好，你不要说佛教迷信哦。现在很多人啊，我没有彻底的去了解佛法，直接一句话讲出来，佛教是迷信的，佛教是过时的，佛教是怎样讲的。佛陀在世的时候，我告诉你啊，佛陀就是讲了这些法了以后呢，让很多那些人接触到的领悟到必须要去修行，甚至有一些出家就是这样啊。你今天没有了解佛法你会出家，我不认为了。所以当时你知道吗，佛陀啊度到很多那些富家子啊，尤其是富家子也是很多被佛陀度到，然后呢做儿子的了解佛法，他知道很好，他要出家修行了，他不要再继续生长再轮回了，所以他出家修行。而他的父母亲不了解，然后呢甚至呢那些外道当时的那些其他教宗教的导师啊，他们很多他们的随从他们的信徒啊，全部很多也是转去佛教啊，所以让到他们呢对佛陀产生很反感的嘛，因为佛陀的教法真的可以把他们的信徒拉过来，然后呢成为佛陀的修行弟子，然后很多都得解脱。但是这些导师他们就是因为无明，所以他们不能接受，他们不能接受。其实他根本都不知道，现在你的导师你的学生转去跟佛陀学习，你知道他变成圣者，他变成世间上最好的人，最有道德的人呢，你不赞叹呢、啊、你不赞叹吗？愚之者就是不赞叹他的弟子，甚至那些做父母的哦，不能接受他的儿子跟佛陀出家。他完全根本都不知道他的儿子出了家以后，你知道变成圣者啊，变成世间上最有道德的人啊，然后得到解脱啊。这个不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儿女会得到好的果报吗？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儿女得到这么好的果报吗？你生气什么？你儿子出家修行得到好的果报耶，不得到好的果报下一生他往生善道不好吗？最少他今天走上这个出家的修行道路，成为一个出家人，他是世间上最有道德的人不好吗？你要他做什么？你不要他变成好人吗？你不要他变成有道德的人吗？所以你看哦，很多人就是因为对佛法没有了解，
所以当我们去依教奉行去研究佛学的时候，去修行的时候呢，没有了解的人就会说我们讲咯，讲我们不好的咯，讲我们负面的咯。那今天我们了解的，我们知道哇，你了解佛法，你去修行，你去受戒，你出家更好，所以我们非常的赞叹他们。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没有这样的智慧，我们会赞叹吗？不会，我们不会赞叹他们的。所以他们会讲很多负面的，所以这个就是愚痴者。所以为什么我一直要鼓励你们学佛者，不管你是学佛也好，不学佛也好，好去了解佛陀的教法，你先来了解，你才来做一个决定，你要怎样去接受哪一个宗教，你要去接受的，你了解佛法了以后，来做一个决定。你不要去了解，到最后你转去其他宗教的时候，你来批评佛教不好，还来讲佛教不好。那你知道吗？当你在做这种批评的时候、诽谤的时候，你知道你在造恶业，你知道吗？你在批评佛教的教法，你要批评佛教、批评三宝的话，你知道你造这个，你造的是什么业？你造的是恶业啊。但是有多少人懂？像我们今天了解这种道理的人，我们不敢批评的，何苦呢？去造这种的恶业，得到什么？没有得到东西的嘛。你在批评的时候爽啊，很爽，对不对？但是你得到的那个业呢？你永远不用跟三宝有缘了，那么你斩掉这个跟三宝的缘了，那么。今天呢，我只能跟你们说啦，如果我们没有机缘接触到三宝啦，我们永远不能了解解脱道，所以我们永远得不到解脱。只有在佛教里面才有清楚的给我们知道原来有解脱道罢了。如果我们没有接触到三宝呢，我们将去了解这条解脱道怎样修？就是因为我们有接触三宝，我们才了解嘛，所以我们才懂得去修，所以我们才有机会得到解脱嘛。所以你跟三宝有因缘接触，那个是很荣幸的，是很好的一件事来的。因为他的教法真的是可以引导我们越走越光明的，到就可以得到解脱的。其他的宗教最多引导你到天界罢了咯，最多罢了。我看很多，我也是研究过其他的宗教，最多引导你到天界罢了。但是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天界就是永恒的嘛，对不对？只要你这一生死了以后，你去天界，你永远在那边的。但是如果你了解佛陀的教法的话呢，你会看到什么？原来不是这样的。原来即使下一生给你做天人了、啊、你去天界投生了、啊、但是你不要忘了，你不会永久在那边的，你不会永久在那边的。而且在我们的后面啊，还有很多那些恶业跟做的，知道吗？只是说我们现在很荣幸罢了嘛，我们的善业强罢了，我们善业很强啊，我们做人啊，我们还有机会，还继续修，继续提升，一直在提升修行，行善，这样一直在做，所以不会让我们的这个善业的力量啊，很快就消减，不会，因为我们一直有单八嘛，我们就补充啊，一直要补充啊，补充像我们的那个 WiFi 一样啊，哦，新卡、啊、我们一直完了，我们是补充嘛，所以我们永远可以用嘛。我们现在这一生荣幸，我们有机缘可以听得到佛法哦，我们知道，所以我们一直修布施啊、持戒啊、修行啊、听经啊、闻法，很多善事我们可以去做。然后恶呢，我们很多都不去做嘛，所以 OK 咯。然后我们不只可以保持着我们的善业不消逝，我们还一直在提升它的力量嘛。所以这种的力量最多给我们下一生往生善界咯，做天人咯，像刚才那位佛友讲哦，到天界咯。但是呢，也是无常的哦，所以这个无常观你要很清楚的哦，在佛陀的教法里面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观念，叫做无常观。
你不要以为你上了天界做天人，你是永久在那边，不会的。最多给你一世、两世、三世、四世、五世，给你到十世了，十世做天人了，爽吗？爽，对不对？但十世过后呢，你的所有的善业消减到完了了嘛，你用到完了了嘛，那时候呢，你留下的是什么恶业罢了吗？所以那时候呢，你直接从天界下恶道喽。所以在我们的经典里面，我也看到有一部经佛陀讲吗？佛陀讲，这个不是我自己编出来的，这个是经典里面有讲到，很多天界天人死后直接下恶道，下地狱、下恶鬼道、下畜生道、下阿修罗道都有，直接从天界下恶道啊。那我去看，再深入去了解，哦，原来他们的善业在天界里面用到完了，因为在天界他们没有行善了的，只有享受福报。就好像说现在我们在这个世间上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那些富裕的人啊、有钱的人啊，他们没有佛法的嘛，对不对？他们没有佛法的，所以他们在行善方面、修行方面他们没有的，没有去做的吗？很多吗？哦，然后呢，他们现在有的是什么？因为他们有好的果报、好的福报，所以他们只有一直享受啊，一直消耗了，消耗、消耗、消耗，到最后他们的善业就没有了。所以很多天人他们就是这样，他们因为呢在天界哦，为什么没有得到修行？因为大家都好过嘛，大家都是有福报啊，你好我好，然后你怎样去做布施呢？你怎样去行善呢？大家都一起享受的吗？就好像在这个世间上，我们看到很多那些没有佛法的又有钱的，哦，他们只有一起享受啊，一起没有道德啊，一起喝酒啊、赌博啊，完全一直在享受消耗他的善的业，你叫他修行，不可能的，很难的，对不对？所以到最后讲，善业消耗完了，剩下的是什么恶业咯？所以没有究竟的，各位你不要以为哦，你上天界哦，你不要以为是究竟，没有究竟的，因为它是无常，所以这种的道理我们要很清楚的。身为一个佛教徒，这个无常观我们必须要有，业力观是其中一种哦。接下来就是无常观，我们必须要懂的。所以你看，我们过去是佛陀讲，我们过去是所造的很多很多业，并不一定说一定成熟，不一定的，因为所有我们所造的那些业，它要成熟不成熟，也是要靠很多种因缘的。所以我们佛教呢，不是只是讲因果，你知道吗？我们讲因缘果，里面还要加一个缘字在那边，缘就是英文讲 condition 哦。所以你现在造这个因，你要看到它的果成熟呢，里面呢还是要有因缘的，知道吗？要有 condition 在里面的，知道吗？所以真正佛陀讲的因果，它不是讲因果的，它是讲因缘果，因缘果的。所以如果我们说我们过去所造的善恶业，注定说我们就是要承担果报，那么我们不用修行了的，我们只是这一生出生做人，只是等着它的果报来罢了。你修行没有用的，因为你现在要去承受你的果报嘛。所以佛陀说这种的业力观是错误的，因为你没有办法灭除哦。所以这种的说法呢，就变成宿命论了咯，宿命论咯。所以我们佛教呢就不是接受这种的观念。 OK， 那么呢在关于这个宿命论呢，就是说你没有办法改变你的命的，你的命是注定了的。所以你怎样你学佛呢，哦，你知道说你要有那个目标，但是因为你相信宿命论嘛，所以你永远达不到你的目标。OK， 所以佛陀呢就不完全推翻这种的观念啦，关于宿命论啦。OK， 所以如果你今天如果你有这样的观念，你接受宿命论的话呢，那么你什么善事你做了都没有意义了的，因为你没有办法改变你的命运嘛，听懂吗？因为你认为说我现在我的命就是因为我过去就是这样嘛，注定了的，所以你不用改变你的命运了。 OK， 而且呢在这边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佛陀在其他的场合中也是有提到说，哦，我们的生命呢都是由天神主宰的，佛陀也不接受。所以在我们佛教里面呢，我们也不接受这个因天神主宰论。
这个这种的天神主宰论啊，哦，很多宗教都是强调的嘛。你说我们的命运啊，一切都是由天神主宰，所以在佛陀时代，你会看到很多为什么他们要拜神，你知道吗？为什么现在印度教很流行，都是注重在拜神嘛？包括我们华人很多也是注重拜神的嘛，因为他们相信说，我们的一切好不好，天神可以做，天神也可以做决定的，知道吗？所以呢，一般上我们的观念是什么？我们要得到这天神来保佑我们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取悦他们，所以我们要通过膜拜啊，通过买东西去膜拜他啊，烧金银纸给他啦、啊。哦，我们华人就是要烧金银纸他，给他烧天宫蛋、天宫那个什么金啊，很多东西我们要去烧给这些神明嘛，对不对？因为我们的观念里面，我们认为说，哎，我这样去做，我给神明高兴，他喜欢我，他就会保佑我。因为我们不认为说我们的生命由我们自己的业主宰，我们不是的，我们认为天神可以主宰我们的命，所以我拜他会给我好，我不拜他就不会保佑我。所以我在这边我也是看到，比如说啊，最好一个例子，我这边我爬山的嘛，爬山，你看啊。爬山是山啊，爬山虽然是山啊，我们爬的山，但是很多那些神，这边不久，哎，又看到有神，不久，哎，又看到有神庙，你知道吗？你看哦，为什么会有这样多神呢？只是一座山罢了，知道吗？我看有几个，我现在爬的那座山有两个，啊，三个啊，有三个地方，啊。大约一公里多路程啊，爬山路程啊，就已经有三个地方可以拜神了。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他们怕嘛，他们爬山，他们怕嘛，所以他们认为哦，拜拜哦，神就会保佑我了咯。啊，一般上都是这样的观念咯。哦，我拜，我给神明高兴，我给拉杜公高兴，他们就会保佑我了。所以拜了，其实呢。你再深入一层来讲啊，其实你拜只是一个心安罢了，这是我个人认为啦，我不知道对不对了，对吗？像我们相信佛教的，我们也没有拜啊，啊，我们也没有拜，我们不是不相信神，各位你不要以为说我们学佛者不相信神，知道吗？我们是相信神的存在，什么神我们都相信的。但是呢，我们没有去崇拜他，我们没有去依赖他，我们没有去祈求他，啊，这个就是我们真正了解佛法的人呐、啊，你不要说我们不相信神，我们也先相信，但是呢，我们不会去崇拜他，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不是由他们来主宰的，所以我们没有去膜拜他，我们没有去祈求他咯，反而是什么呢？我们能做的是什么？我们将我们那笔钱啊，那笔血汗钱，我们想要买来去拜这些神明的啦，买香啊，买水果啦、啊，买金银纸来去拜这些神明，这笔钱我拿去做布施啊，我拿去做布施啊，布施给老人院啊，布施给道场啊，看哪里需要我拿去做布施，然后布施了以后，哎，我因为我是布施，在我们佛陀的教法里面是一种善业嘛。善事我们做，哎，我们加强我们的善的业，然后我们就可以回向哦，我们回向给所有的众生，回向给天人呢、啊。所以这种的做法不是很有意义吗？我们不是加强我们的善业，我们又回向功德，哎，那天人他因为天人要的是功德嘛，众生要的是功德嘛，所有的众生他们要的是什么功德？所以今天我们人，我们没有好的功德，我们生活上的需要，我们就不能得到嘛，对不对？我们人要用的东西，吃啊、穿啊、喝啊、住啊，所有的人要用的东西，只有我们人才可以用罢了嘛。所以我们要得到这些东西，我们也必须要有功德，我们才可以得到的，对不对？那么那些神。在我所认识的佛教里面有讲得很清楚，就是因为他们做了神嘛，
啊，什么神呀，地神也好，天神也好啦，只要我们把它当作是神的话，因为它已经有好的果报，好的功德，它才可以做神的嘛，对不对？所以它做了神，它就会有它的果报了的。神有神的果报，神有神的业，所以他们的生活，他们所用的东西，他们日常需要的东西，跟我们人间是不一样的嘛，对不对？这因果在每一个道是不一样的嘛。但是天人他们也是要有功德的，功德是一种 energy 来的，它是一种力量来的，它不是物质，它是一种力量，正能量。所以这种的力量呢，它可以让我们得到，协助到我们得到我们现在做人，可以得到我们做人所要的东西，所可以用的东西。那么天人也是，他们有很好的功德，他们做了天人，但是呢，因为他们有好的功德，他们也可以做了天人，以后可以得到他们天人所拥有的东西。但是今天因为我们没有了解佛法，所以我们认为说，哎，天人、神、地神也好，天神也好，他们所需要的是什么？哦，香咯，啊，蜡烛啦，啊，那些水果啦，那些我们人间所能吃的东西啦，包括啊那些钱啦、金银子啦，我们以为他们的果报就是可以得到这些东西，但是他们对佛法没有了解，他们认为是这样，所以他们就用这种的方式去取悦神明。但是我不知道啦，那些神明如果是以佛教的因果观、因果业力观 来解说的话呢，那些神明可能是不可能是得到这些东西啦，因为我们现在供奉的这些东西完全是跟他们的果报、跟他们的业力是不相关的嘛，他们完全要怎样去享用这些东西，而且他们的肉体是完全不一样的哦，天人的肉体跟我们人类的肉体是不一样的哦，是不是？所以我们人类所吃的那些食物都是比较粗的哦，那天人的肉体是比较幼的哦，所以他能不能吃我们人间的食物呢？那是一个问题哦。但是今天我们对佛法没有了解吗？所以我们以为是这样，所以我们就用这种的方式去取悦他们哦。所以当佛陀领悟到这种的道理，他跟我们讲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是因为他们有好的果报，所以他们的饮食方面、他们生活上的东西、他们所要的是完全跟我们人间是不一样的，因为果报不一样嘛。但是每一个众生在生死轮回里面呢，要的是什么？功德。所以功德，所以我们今天去做了一件善事，比如说我拿这笔钱买香、买蜡烛、买水果、买这些金银子的这笔钱，我拿去买人间的东西、需要的东西，买米啊、买水果啊、买吃啊、饮食什么东西，我拿去做布施，拿去做布施。我不要布施，我不要买东西去做布施呀，我直接拿我的血汗钱直接去布施，布施给道场，布施给老人院，布施看谁需要，布施给乞丐也可以。所以我就是利用这笔钱，我拿去行善布施。那在佛陀的教法里面就说得很清楚，我们做这件善事，我们就有他的功德了。因为巴利文叫布尼亚，我们有他的布尼亚了， OK， 有他的好的业在那边了，所以这是变成一种力量，它变成一种 energy 来的。所以这种 energy 我们得到了以后，能量我们得到了以后，我们又把它分享出去，分享给天人，分享给所有的众生。所以这些众生他们得到我们的这个功德以后，他们又得到好的果报，把我们协助到他们，加强他们的好的业，那很肯定啦，他们自然会保佑我们的啦。所以在经典里面我看到的是什么？哎呦，原来天人啊，他们会保佑我们啊，就是因为我们有分享功德给他。所以你看啊，在经典里面啊，我看到啊，很多包括我们天人很多天人啊，四大天王也是啊，哦，大梵天王啊，包括我们的这个第四天王啊，很多这些天王啊，他们也是来护持三宝的，那么他们也是来顾作佛陀、顾作那些出家修行者、顾作那些阿罗汉的，那么为什么他们要这样顾作呢？因为他们可以得到功德嘛，
他们可以得到功德，所以保佑他们来扶持一个保佑一个出家人，哦，没有给他受到任何的干扰，他们也是也可以功德的。那么，所以在经典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第四天王、第二层天的天王，他也是会下来人间来做布施，啊，他也会来做布施，布施给啊佛陀，布施给舍利佛，布施给目犍连呐。我在我们经典里面，我看到啊，原来天人他们也要做这些善事，那么他们怎样保佑我们呢？因为他们要的是什么功德啊？他们也是要功德，而且这些天人他们有听到佛陀的说法吗？他们知道，所以他们也会下来人间扶持那些真正有修行的人。所以各位，你不需要去祈求这些神明来保佑你的，你依照佛陀的教法，你去行善布施，然后你回向给他们呢，他们就会做你的护法神了。所以护法神就是将来的。所以你看，在我们佛教的做法里面，很多时候我们有做供生法会的嘛，对不对？很多我相信啊，有很多天人呢，他们也是来扶持我们的法会的，因为他们也是要等着拿功德，因为我们每次做法会的时候，到最后我们一定会有回向的嘛，我们一定会回向功德给他们的嘛，所以他们也是要等着拿功德，所以他们才会下来扶持我们的法会的。但是我们肉眼看不到啦，对不对？所以有一些法会我们去参加，很奥妙的，很多奇迹我们没有办法形容的。就好像以前没有 MCO 的时候，我有主办法会的嘛，共生法会的，就是在我们以安基日我将要结束的时候，我们都会办共生法会的嘛。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法会结束的时候啊，他就是曾经有几次啊，法会结束了以后，哇，突然间下大雨，而且这种大雨不是很长久，一下子哦，大约15分钟20分钟一下子就结束了的。所以你说奥妙不奥妙？然后呢，曾经也是遇到过我们的法会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哇，看到哇乌云讲满，全部都是很暗啊，要下大雨，看作是下大雨了的，看作它肯定会下大雨的，但是呢会看到它下雨。然后呢，我们法会结束的时候，哎，它又下雨。那时候我们也是心想，哇，如果在我们法会进行中，如果下大雨，我们就惨了。因为我们是在一个空间去做嘛，所以下雨的时候很惨的，喷雨的，那时候很惨，还好它不会下雨。直到我们法会结束的时候，哎，它才下雨。所以你说奥妙不奥妙？没有办法形容。然后那天我们几个出家人去到瓜拉沙湾那间道场，也是我们一到那边，哇，他突然下大雨，你知道吗？吓了我们一跳。我们去的时候没有下雨的，要到的时候啊，突然间哇一场大雨，我还拍一个 video 放出来嘛，奥妙嘛，很奥妙。然后呢，那场大雨不会很久的哦，很奇怪，他不会说哇像几小时，不会的，在三十分钟里面他就结束了的。然后他一结束了以后啦，他太阳就马上出来哟。所以你说有没有护法神？他们也是要功德，所有的供生法会他们也是知道的，他们也是等做功德。所以在这边我只是跟你们分享罢了啦，这些经验我们都有了，只是给你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呢不是由天神主宰，因为他们自己也是需要行善，他们自己也需要去累积善业，他们才可以得到好的果报。而且他们生命也是无常的，他们不会很久在天界的，所以他怎样保佑我们，他们要用什么保佑我们？如果我们没有行善没有修行的话啦，我们自己本身没有好的业的话，你说他们怎样保佑我们？所以不可能啊。所以为什么我们佛教呢没有接受这种的观念，是说天神可以保佑我们，天神主宰我们的生命？没有，在原始佛陀的教法里面完全没有这样的观念。所以你看，我们了解佛法了以后，我们慢慢慢慢我们就排除这些信仰，
我们没有排斥的嘛，我们也不会批评的嘛，我们不会像其他基督教徒他们进去基督教了以后他们再批评我们佛教，不，我们不会批评，我们只是说天人他们就是没有办法主宰我们生命，天人他们就是没有办法帮到我们，如果我们没有行善修行的话啦，我们自己没有去提升我们的善业的话啦，没有谁可以帮我们的，这是我认，这是我所了解的佛陀的教法。活生生的佛陀在经典里面我也是看到他也没有办法协助他的信徒，他的出家弟子得到好的果报，没有。你不要以为佛陀弟子这么多没有事情啊，很多也是有问题啦，很多也是面对恶业啊。像佛陀他自己的这个叛徒提婆达多，他造这个恶业，到最后呢他下无间地狱，你说佛陀怎样帮他呢？佛陀没有慈悲吗？有啊，但是因为业的关系佛陀没有办法改变啊，他的恶业成熟的时候他就活生生下地狱，你佛陀不能救吗？佛陀可以啊，他有神通啦，佛陀的神通是广大的，但是他也没有办法啊，协助提婆达多不下地狱啊，也没有办法救到他吗？所以这从这边我看到说，哇，活生生的一个佛看到他的弟子们得到不好业的时候他也不能做什么。所以从这边呢我就开窍，哇，原来是我们自己业，我们要自己去承担，没有办法，造了那种恶业你要自己去承担罢了。所以你没有造，你没有行善，你一直在造恶的话呢，你拜神讲拜讲祈求没有用的，我告诉你，浪费钱，你讲去改命啊改风水啊没有用的。那个人啊，或者是那个出家人啊，如果你得到不好啊，你的生命有问题啦，你去找他啦，他说他可以改啦，你介绍给我，因为我要他去帮忙那个门第，有一个出家人他终身障病的，我要他帮忙叫他去改他的命，看他能改吗？如果你遇到有一个在家人也好出家人也好了，他说他可以改掉我们不好的因啊，不好的命啊，你快点介绍给我，我要带他下去瓜拉萨瓦那边去救那个出家人，让他的肾脏病被他念一念经改一改，让他的肾脏病好起来。如果你们有遇到这样的人啊，你快点给我知道。我自己认为佛教的教法呢有告诉我们那是不可能的啦，因为自己的业收了，自己要去面对，然后呢要自己去好好去修行嘛，就是这样罢了。业收了啊，就好像水果这样，收了就是收了的，你没有办法把它变回不收了。所以我希望啊，如果你们真的有遇到这样的出家人也好在家人也好，可以改变我们的业的话啦，不用做什么的，叫他来念念经也好，不管他讲座也好，可以改变的话你快点介绍给我，因为我要救那个出家人我是没有办法救，因为他的恶业成熟他要承担那个果报，我也希望说他可以好起来，希望有人可以帮他。我了解佛法，我认为说我们是没有办法了，因为这是他的业，所以什么神什么佛啊，我们只是借用他机缘来做布施罢了。我只能告诉你，出家人也好在家人也好菩萨也好佛也好啦，我们只是借用他的因缘来做布施给他，来扶持他，来支持他，这样做是为了提升我们自己的业罢了，不是因为他们可以帮我们解决我们的业，不是。我们承受恶业了，不是因为他们可以帮我们，不是，我们是借用他的因缘，我们来
来扶持他，支持他，看他需要什么，我们去帮他。这样做了，我们才能让我们的商业提升罢了。所以我们商业提升，他力量越来越强大的话呢，希望我说我可以协助到我们，把我们的恶业的力量压下来。所以我们恶业被压下来了以后呢，那么我们问题就解决了。这是我认为，我认识的佛陀的业力观就是这样，所以只是跟你们分享这样啦 ，OK。所以还有另外一种因果论，就是说每一样东西呢，都是有因有果的，有因有缘的。一样东西产生，它不会说没有因没有缘的，一定有因有因缘在里面的。今天你会骂我，你不喜欢我，也是会有因缘的。比如说我现在骂你，你肯定生气，你不喜欢我。你为什么会不喜欢我？因为我骂你啊，这个就是因缘。今天如果我赞叹你啊，你会喜欢我，为什么？因为我造的是好的因，跟你借好的缘，所以你会喜欢我。所以所有的东西升起消逝都是有因有缘的，它不可能没有因缘的，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清楚。而且呢它里面的因缘呢很多种的，它不是一种的，不是一种因缘的，里面有很多因缘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某一样东西发生了啊，其实里面有很多因缘在里面的，我们很没有办法去理解的。但是因为我们智慧有限嘛，而且我们又没有神通嘛，所以我们看不到很清楚了。所以当某一件事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就说啊，这是命注定的了，这是命注定的。其实呢，它也是有它的因缘在里面的，只是我们没有办法了解罢了。所以只要在我们人生里面遇到所有的东西，好的还是不好呢，里面就是有因有缘在里面的，而且我们也是很难去理解的啦，没有办法去理解太多这些东西，而且很多东西我们肉眼看不到的，而且这些都是无形的力量，尤其是这个因缘这个力量哦，这个因果这个业哦，它是一种力量来的，它是无形的，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的普通的肉眼去看到的啊，我们只能看到它的果报，它的果成熟的时候我们就看得到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了解佛法的时候呢，我们当每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啊，里面有很多因缘，所以你不能问我们的啦，我们很难给你一个答案的啦。比如说一个人往生了以后他要去哪里，你说我们要想去给他一个答案。有一些很多，尤其是现在有很多人，他们认为说一个人啊，心脏病爆发死了，很多人认为哇，这样死不是好死，死后不会没有痛苦，然后死后呢不会去恶道咯，很多人都会认为哇，心脏病死好哦，因为你没有痛苦吗？但是你不知道，你知道吗？不是这样死法，就是一定往生善道的，你知道吗？我所知道的是什么？每一个人要死的时候呢，他一定有那个念头在那边的，他一定有那个念头，我们叫做临终业，临终业。所以我们完全不知道他那个念头是什么念头，你知道吗？他会怕吗？我相信他会怕，他会恐惧吗？他会烦恼吗？因为我们完全看不到的，知道吗？那个是他自己可能也不知道。所以这些东西我们肉眼看不到的，我们也没有神通的话，我们完全根本都不知道他那时候他死的时候是什么心，带着什么心而去死。我们只是表面看啊，这样死反而好死，一定往生善道啦，对不对？所以如果你问我的话呢，我是不可能给你一个答案的，因为你完全根本都不能知道他最后一念是什么心吗？如果他一念最后一念是污染的心、不善的心呢？你说他怎样去往生善道？所以很多东西啊，各位啊，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的，真的。但是有一些人可能他们为了
为了脸皮啦。等一下，如果你问我，我为了脸皮，我说啊，他一定好死啊，他会去上刀了啦，你们放心了啦。这个是因为我为了我的脸皮，我等一下我说我不知道哦，哦，我没有看到，我哪里知道？等一下我又怕你对我没有信心还是怎样啊？你会起负面的思想对我，可以，我又怕你会这样，所以我就乱讲哦，对不对？会有这样的人的嘛，对吗？但是你问我的话，我肯定跟你说我没有答案给你啊，我直接跟你说我没有答案给你，因为我根本都不能知道他死的时候是什么心思。如果他是带着好的心、善的心 ，OK 咯，善道咯。如果他带着不善的心、烦恼的心、污染的心、怕的心死，一定不会往生善道了的。所以你将去决定一个人死后去哪里，没办法，除非你神通了。你没有神通，你将看得到。所以不要乱讲了。所以有时候啊，我们不可以乱讲的。哦，所以你问我，我肯定。对不起哦，你这些肉眼看不到的东西我没有办法跟你接受。对啊，所以很多东西啊，你问啊也是白问的啦，很多东西我们没有办法解答的啦。因为每一样东西产生啊，它的里面的那个因缘我们很难去理解。啊，所以只有佛陀他才有办法了。所以总之任何的东西发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发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它一定有它的因缘在里面的，只是我们不能去理解罢了。那是什么因缘？好的也好，不好的也好，一定有它的因缘在里面的。比如说啦，现在很多人都哇，曼天，你说啊，神不灵啊，我去拜那个神，我去求一个字，哎，我又中哦，中头奖哦，你说神不灵没？对不对？很多人都会认为哇，就是因为我去拜那尊神，我去求四个字，哎，我就中了，他就给我中了。说你说那个神不灵吗？所以各位，如果我要拿因果论来说啦，如果我了解佛法的话啦，我只能摇头了。你这样说的话呢，我只能摇头罢了咯，对吧？因为我们完全根本都看不到，你今天可以中头奖啊，中彩票，我不知道里面的因缘是什么嘛。但是一般上的人就是认为，因为他拜那尊神还是什么什么，他就是中。之前很多年前呢、啊，我相信你们也是有听说过，在太平哦，有一个地方啊，很多人去摸山猪啊，摸山猪回来中马票嘛，对不对？一个去摸，然后他去买只，喂，他中了，哇，那个消息一直传啊，哇，很多人以为说去摸山猪就可以中彩票，哇，一两巴士进去了，那现在没有消息了咯，这种的新闻就停了咯。所以你说我们将去回答这些问题，你说不灵吗？是不是因为摸了，哎，他就中马票，是不是因为他中马票，就是因为他去摸山猪，是吧？我们没有办法去回答的这些问题，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去理解，除非我们有神通。为什么你今天会中马票？他一定有他的因缘在里面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解说的。所以只是我们对这些果报啊，我们了解的非常的肤浅。表面上罢了，我们去了解，但是你彻底去了解的话，其实不是这样的。但是一般上大部分的人都这样相信，我们也没有办法。所以我们了解佛法的人呢，我们只是听明了笑一笑罢了咯，对吗？摸一摸就可以得到中彩票发达，哇，那全部人不用做工。为什么？如果你说那只摸了三只一定会中马票呢，那么全部人去摸，不是全部人中，为什么没有人，只有几个中，大部分的人都不中？所以你说摸三珠有没有力量，有没有包二？如果你说有包二，为什么很多人去摸都不中呢？为什么只是少部分人中？这个就是问题啊。如果你是说那个摸三珠有包二，全部摸全部中的吗？道理就是这么简单呢、啊，但问题不是啊，为什么大部分人去摸都不中？
这个就是我们要去探讨的咯。那个神你去拜，他拜他中，为什么大部分的人去拜不中？这个就是问题在那边，我们想要去探讨的吗？不是因为一个人中，我们就注定说他是很有包围很灵，不是这样讲的。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完全不能去了解这个人今晚为什么会中彩票，我们怎样去理解？经典里面有没有告诉我们？在佛经里面，我看了这么多经，佛陀都没有讲啊，为什么一个人会中彩票？没有，所以佛陀没有讲的东西，你叫我们怎么去讲？很多东西佛陀没有讲的，经典里面我也没有看到的，所以你要我怎样给你答案？我也不能骗哦，我完全不，我们做出家人，我们不能随便说啊，就是这样哦，只有讲到给你好听的哦，我们不能说啊是哦，真的哦，这尊神很灵的哦，他会给你中马票啊，就他神真的是很灵的，很有包围的哦。但是我看看全部大部分人去拜都没有中哦，因为我以前跑神庙的嘛。我以前跑神庙的大部分的人啊都没有中的，偶尔一两个会中罢了。所以你说那尊神灵不灵你自己想啊。对我本身来说，我了解佛法了以后，原来不是这样的。那个因缘啊，我们得到那个果报啊，真的是没有办法去想象的。没有普通像我们普通的人啊，根本难去想象的。根本很难去找出他的答案的，所以我们不看重这些东西啊，哦，所以我们现在了解佛法了以后，我们只是尽量去修行罢了啦，去做罢了啦，因为我们知道吗？我们现在去种这个善因，种这个善缘，那么那个果报几时来，我们也没有去想的了，只是做罢了啦。你去做，你要想那个果报啊，你也是很烦恼的。真的，我看很多人啊，在静坐的时候，哇，要快点哦，哇，要入定哦，哇，要多禅啊，烦恼哦，他带着那个烦恼心去修这个善法，这个是不是佛陀的教法来的？佛陀教法哪有叫我们越修越烦恼的？没有的吗？因为我们自然呢、啊、修，尽量修罢了吗？他果报成熟的时候，你就看到他的果报了吗？果报还不成熟，你怎样想都没有用的吗？怎样求都没有用的，所以我们佛陀的教法就是叫我们只是修罢了，修罢了，这样罢了。啊，他的因缘记住了，你就体验他的果报，你就得到他的果报罢了咯，就是这样罢了吗？所以我们也没有去反，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越学佛越自在的，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带着那种贪的心追，一定要得到他的果报没有。佛陀今天叫我们耳聊布施，要持戒，要听经，要做禅，我们去做罢了，去做啦，去做罢了咯，尽量去做罢了咯，能做多少不是多少啦。所以你这样学佛才会很自在嘛，不是越学越烦恼，越学越苦恼，一直想要得到那个果报，那你学佛学错了咯。 OK， 所以这种业呢，就是说细水长流，一步一脚印的去累积的。善业也好，恶业也好，哦，我们只是一步一脚印去累积它罢了。所以我们不要去想，哎，我做了我会不会得到他的果报，几时得到他的果报谁晓得，那个没有神通了，你当然知道，你几时你放多少时间去修，你要得到他的果报，你要快出家修行，完全去修啦。你要做在家人，要去找做生意，要去赚钱，要这个涅槃的境界，要禅那的境界，你不要打这个幻想，那是不可能的。你要得到这个禅那的境界，你要得到这个解脱的境界，你要放下所有的妄言的，完全像佛陀时代那时候出家人走进去树林，吃饱就是做禅修禅罢了，你就会很快啦，得到那个果报啦。那你们又做不到哦，你又做不到哦，你要那个果报快点得到哦，你要去赚钱哦，要去享受哦，讲你一天你花多少时间去修这个，
这个善法不要带着那种的观念一直贪心，我要我要我要，你过去是你没有那个本钱资助你，你这一生你要修很久了，知道吗？不是想要就要啊，哇，想要就要，那我们每个人都容易得了喽，对不对？不是这样的，你的资粮不够啊，你乖乖一步一脚印的，不是学佛学到越乖的，知道吗？哎，这又要做在家人，又要做出家人，讲给人家看到，哎，你这个学佛人为什么学到乖乖的？出家人就是出家人呐、啊，要做就100%去做出家人，要做在家人就去做在家人，好好去做。你要知道在家人，你平时要去做什么？你的善不是什么善事，你们在家人可以做的去做罢了，不要又要做在家人，又要过出家人的生活，可以咩？我不认为哦，学佛学道啊，有现在的人啊，又要这个又要那个，讲哦，以为这些禅那的境界，这些圣者的境界，涅槃的境界，你以为想要就有啊？不可能的，不是想要就有，你要修一步一脚印的，慢慢累积的，你才可以得到它的果报的，不是要哇，我拼啊，拼了20小时。什么都不用做了，又做在家人哦。等一下哦，明天又没有休了哦，后天又拼拼拼拼，大后天又去做工了哦，又这边跑那边跑，后天大后天又拼拼拼，可以咩？这样可以成功咩？我不认为哦，你给人家看到，哎呦，这么你学佛学到这样怪怪的，学到很奇怪的，为什么学佛学到这样的？贪哦，又爱。要做在家人，要做出家人哦，可以没？这样的生活，不可能的啦！我拼过了了，各位，我告诉你，我曾经拼过五个月，我真正拼过了五个月。啊，我是以出家身份拼过了的。你本钱不够啊，你资粮不够啊，你拼啊都没有用的。佛陀讲了吗？在大念处经里面有讲吗？你的果报有，你的成道资粮足够7天，你就可以解脱。7天，不然就7个星期，不然7个月，不然7年。那部经，你去看《十念处经》《玛哈萨帝巴塔那苏达》那部经，你去看佛陀到最后有讲，你拼最快7天，或者是7个星期，或者是7个月。或者是七年啊，你真正拼啊，拼到你要7年啊。佛陀时代很多啊，有很多出家人，包括佛陀的他的儿子罗胡罗也是要拼10多年，7岁出家，18岁才得到解脱。佛陀的儿子呢，啊，很多也是拼很多年的。而且他们是 full time 的，知道吗？他们是出家人 full time 住在树林里面拼的，知道吗？也是要拼很多年的。那么你呢？你们在家人呢？有没有每天这样拼呢？没有啊，没有，就是想要很快就得到禅啦、啊，很快就想要得到涅槃啦、啊，一果、二果、三果、四果、啊，慢慢等啦、啊，不要打这个幻想啊！我告诉你。老老实实一步一脚印去修 OK 啊，很多东西不是说我们想要就可以得到的，你那个 effort 那个因缘啊，那个因缘啊，你要一直去累积，要提升啊，要加强，那么你就会看到它的果报、啊、以前我就是这样啊，以前我学佛的时候哇也是拼啊拼啊拼啊哦，拼到最后呢，想要还俗掉啊，越拼越苦恼，得不到啊，以为说拼就有啦，到最后慢慢的去了解，哦，原来不是这样拼法的，修行不是拼的，修行不是拼的，是一步一脚印的，慢慢去累积那个资粮，啊，现在慢慢看到他的好的果报，啊，慢慢啊。所以慢慢感觉，哎，这个烦恼，哎，慢慢不是一下子减的，知道吗？是慢慢减的，
所以很多那些毛病啊，很多那些不好的习气，你会看到哦，它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少了啊，你会看到慢慢慢慢在减的这些不好的，那些好的啊，好的心啊，善的心哦，你会看到它一直有，一直有的，一直成长，一直成长的，这个啦，就是你会修行慢慢的进步啊，不是要很快的，没有快速的啦，不能的啦 ，OK。时间到了，今天11点了，所以我今晚就讲到这边。希望说我今晚的这个佛法开示，哦，都是我个人的观念，只是跟你们分享罢了，对不对？你们自己决定啦。哦，这是我个人的啊，我个人的观点，我个人的理解，只是跟你们分享罢了啊。啊，能接受你们就接受咯，不能接受不用紧的，当做听故事咯，听懂吗？啊，所以世间没有对与错的 ，OK， 是每一个人的观点，每一个人的理解，每一个人的程度是不一样罢了了。所以你不要做出我今晚的佛法的批评，也不要讲对还是不对，这是我个人的 ，OK， 你会说到对还是不对，那个是你个人的观点，那是你个人的观点，听懂吗？所以我们开直播分享佛法，只是分享罢了，没有对与错。对与错是你自己决定，不是我决定 ，OK？ 你能接受接受，不能接受不用紧的。好的话，你认为好，可以帮助到人，提升他们的修行 ，OK 啦，分享啦，分享出去。你认为我讲是非，你用我吹水，你认为我讲的没有意义的，不用分享，不用紧的，不用紧的 ，OK？ 啊，好的话分享，不好的话不要分享 ，OK？ 好了。今天我们来回向发愿跟回向现在的人啊，我告诉你啊，很会批评人的，我们讲的东西啊，不安他罢了，他就认为我们乱乱讲，现在的人就是这样的态度，但他不知道我们只是分享罢了，能接受不接受啦，不能接受不用紧的嘛。好了，现在我们来一起念这句诗句，然后我们一起来发愿跟回向，好，我们一起来诵念。四日已过，命欲随减，如少随意，斯有何乐？伊达弥达曼萨瓦南阿萨瓦开亚瓦罕诃多，以我闻法之功德，使我灭除心中诸烦恼。伊达弥达南利巴那萨巴斋哟诃多，以我布施之功德，使我证得涅槃得安乐。伊达弥悉朗玛嘎巴拉雅那萨巴斋哟诃多，以我受戒之功德，使我获得道果的智慧。伊达弥布那阿萨瓦卡亚瓦罕诃多，以我一切善行之功德，使我获得大自在。吉兰迪达多萨达摩达弥昏多萨嘎达瓦萨贝比萨达，愿正法久住，愿一切众生向法致敬。伊米那布尼嘎米那玛比巴拉萨玛嘎波萨旦萨玛嘎波诃多亚瓦迪巴那巴迪亚，以我一切善行之行为，因我永远不依于之人，常遇善之事，直到体证涅槃。伊玛诺布尼巴干萨巴萨达那迪玛，愿我们所得的功德回向于一切众生。萨比萨达苏提昏多，愿一切众生常住以安乐。伊达弥亚帝南呼都苏吉达昏都亚达哟，伊达诺亚帝南呼都苏吉达昏都亚达哟，伊达摩亚帝南呼都苏吉达昏都亚达哟，伊达瓦达扎阿弥三巴丹布尼三巴丹萨贝迪瓦萨贝萨达萨贝布达。阿耨不单多萨巴三巴迪悉提亚，以此获得积累积的功德，回向以父母亲属、往生亲属、冤亲债主、一切天神、一切众生、一切非见众生、一切圣物，愿他们共同来分享我的功德，愿他们永远欢喜这一切的成就。萨度萨度萨度啊！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礼敬三宝、父母和导师。伊玛雅达玛诺达玛巴迪巴迪亚不丹不杰米，礼敬佛陀，我必如是依教奉行，修习正法，趋向涅槃，礼敬一拜。
Imaya dhamma no dhamma padi padi ya dhamma bhuje mi礼敬达摩，我辈如是，依教奉行，修习正法，七向涅槃，礼敬一拜。伊玛呀达玛诺达玛巴蒂巴蒂呀桑堪布杰米，礼敬僧伽，我辈如是，依教奉行，修习正法，七向涅槃，礼敬一拜。伊玛呀达玛诺达玛巴蒂巴蒂呀阿迦利亚南布杰米。礼敬导师，我辈如是，依教奉行，修习正法，七向涅槃，礼敬一拜。好，接下来呢，满天来祝福你们啊，给你们最后一个祝福，在今天的2014年第一个直播，请你们大家接受满天的祝福。Sabe Dio Viva Jando Sabaro Govina Sato Mate Bava Vandarayo Sukhindi Kayo Go Bava Viva Dana Sita Sanicha Buddha Pachayino Chataro Dhamma Vatante Ayo Vanno Asukhan Balang Bava Tosa Pamangarang Rakanto Sabe Devata萨巴布达诺巴维那萨达斯提巴文多提巴瓦图萨巴曼嘎兰拉甘图萨巴迪瓦达萨巴达玛诺巴维那萨达斯提巴文多提巴瓦图萨巴曼嘎兰拉甘图萨巴迪瓦达萨巴桑卡诺巴维那萨达斯提巴文多德，萨杜萨杜萨杜。OK， 各位佛友，满爹要跟你们说声晚安了。在没有说声晚安之前呢，满爹感恩你们大家进来看满爹的这个直播。说满爹将满爹今晚弘法利生所累积到的功德呢，与你们大家分享。愿我的功德呢，可以协助到你们早日得到圣者的智慧，圣者的境界，修行没有障碍，早日脱离生死轮回之苦。所以各位佛友，我们大家晚安，大家晚安，我们下一个直播再见。